歌声若泣，轻舞霓裳烟花和声，大笑这一程。剑舞上神采飞扬，风鬓月光描画之间。剑舞上潇洒长，星辰聚少将灭青纱。纵拉天下势不可挡，碎茫茫几分思量，却不知谁人在你身旁。剑舞上神采飞扬，风鬓月光星辰聚少将灭青纱，纵拉天下势不可挡，碎茫茫一句难忘，却不知谁人在你心上。一别经年，你我已白发苍苍，生死之间，你我已白发。梁玉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她是谁呀？她是天河世家的大小姐安雪云。过分，教训一个没上没下的家奴，这又算什么？就算你们是他们的主家，你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欺辱他吧。叶星河，没想到竟然有个大美女替你求情啊。今天是入学第一天，不如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，我就既往不咎，如何？你，否则的话，一个小小的青羽世家，我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收拾你们。梁宇太过分了，难道在主家的眼里，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家奴啊？嗯。怎么想动手啊？你忘了你的父母，你的族人了吗？想想他们会有什么后果。叶星河，你到底跪还是不跪？老师回来了。什么？切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以后再来慢慢教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禀导师，刚刚是我自己摔了一跤。等会儿就是天赋测试了，你们准备准备吧。怎么还有测试啊？入学不是已经测试过了？体质测试是测试属性，天赋是能力吧？软骨头，哎，还真是个合格的家奴呢。拖到什么时候交？当我们暗月世家的地白租给你们的吗？今年收成不好，求大人多宽限呐、啊！滚开！你这些关我屁事！粮食不够，用你女儿来顶啊！老东西！
你女儿好像长得挺不错啊。哎，女儿啊，我姑姑就是死在他们的手里。可恶，这小子又怎么了？嘿，我看八成是被吓傻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，都是同学，以后还要多多关照了。你不笑我？匹夫一怒，谁都可以做到，可是我们背后的族人怎么办？我觉得，相比告发良玉，忍气吞声需要更大的勇气。你很了不起。谢谢。我叫林红，来自安阳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叶星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走吧，去参加天赋测试了。只要能被院长收为弟子，我们家族就不会那么受欺负了。